来吧，兄弟们，咱有很多老铁啊，私信问我说这个海五星啊，里面内部结构是什么样子的，可不可以吃啊？像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橙色五角星啊，是可以吃的，但是很多人会吃不习惯这个东西啊，吃不习惯的话容易拉肚子。喜欢的朋友们啊，给个双击，加关注，咱们即将开始直播。来吧，兄弟们啊，在海边海水一退潮啊，像这样的神秘洞穴很多，今天我们就来探寻一下啊，看到底有个啥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前面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我的妈，这不发财了吗？八爪鱼，有的老铁进来，他反手就是个双击啊！你说速度那个快，拦都拦不住。有的朋友一进来就给我一个双击，有的朋友啊，他怎么也不给啊。但是我们只要开心就好啊！今天我们割一个海蜇呀，拿出我家珍藏21年的旺仔牛奶啊，看一下我割的多么平整啊！兄弟们，双击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喽！发私信说，如果我要是能抓到一条龙尾鱼，他就会给我双击。正好我今天下午赶海的时候发现一条龙尾鱼，目测有2斤左右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一条鱼。有老铁进来没有吃过这么大的龙尾鱼，并且没有见过，反手丢给我双击了。而有老铁不要双击，他也会给你。记得加个关注，看我直播赶海。今天去超市赶大橘子买零食啊，看到货架上有一袋那个沙拉，脑门一热，一溜烟都跑来海边灌山螃蟹了。这个视频咱就不要双击了，可以给个赞哦。万一双击上热没了，要人说我是败家子了。喜欢大海的老铁，加个关注，看我赶海直播。